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远方君，现在我在日本东京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京晴空塔450米的空中回廊。现在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就是日本东京。日本东京它与纽约、美国纽约、法国巴黎、英国伦敦、中国香港并成为世界五大国际化大都市，为全世界所公认的，目前也是亚洲第一大城市。感觉他们这边真的除了房子就是房子，高楼大厦并不多，基本上都是这种比较低矮的房子。因为我们也知道日本它是一个地震带啊，基本上不适合建这种很高的大厦，这样不抗震，所以他们的房子很低。但是他们这个土地利用率啊，基本上是到了极限。除了马路以外，其余的都是建筑物。这上面河边能看到一点绿地啊。那边是东京的市中心呢、啊，隔远一点看，那边还是有一些高楼大厦的，那边的高楼大厦。但是今天好像能见度有点低呀、啊，那边有雾，看不到。大家看一下啊。这边有一片绿地，很少能看得到这么大的绿地，基本上都没什么树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。